姊妹平安，感谢牧师李牧师给我一个机会，借着崇拜时间，刚好是我牧师归天三周年，来小夸带大家来孝念伊。今仔日我的题目叫做为了咱的见证人，对希伯来书十二章安尼讲，咱既然有遮侪见证人，亲像魂为了咱。咱就放落各项的重担，准忍耐来抛走头前的路障，自信仰望看耶稣，因为着头前的路程，就专心忍耐，伊是为咱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因为放伫头前的喜乐。就轻看十字架，愿意受的苦难，担坐伫上帝的正边。每一摆当咱少年过往的人的时，咱会当看到伫迄边的人，想到迄边的人可能对咱讲什么话。今仔日甲分做三点来少年五牧师。来提醒咱大家，咱要安怎行这个路程？让咱这个路程呢，行得好势，行得有意义，阁有喜乐。第一点，伫魂的迄一边，咱三个来想，伫迄一边的人伫等咱讲啥物话？迄一边的人伫等咱讲，今生。甲来生实在是连贯的，咱着往伫这条线来行。第二点，对咱见证讲，永恒是实在的，毋是空空讲的。第三点，咱会当来听今仔日，伊伫即个时阵要对咱讲啥物见证。我牧师的一生。充满了上帝的恩典。那你世间有两个足大的祝福，这个祝福呢，无一定大家人拢有，两项拢得到。第一项，受拣选成做上帝的子女。你把耶稣基督了后，确实知影是上帝来到这个世界，为着我来定死的十字架。我借着时间，会当得到赦罪，对一个罪人真做上帝的儿女。这款的福气，无一定大家拢得到。不过今仔日伫遮坐遮的兄弟姊妹，你第一项拢得到啊！你有确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你也受洗的归应伫伊的国度。总是第二项的福气，无一定每一个人拢有。第二项的福气就是讲忘掉，真做上帝的器具。这个第二的福气呢，真少人敢承受这个福调，人叫做忘恩，真做器具的福调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了后，伊真明显来呼召门徒的时就讲：“恁来对我，我就要呼你得到人，亲像讨伊的。”非常简单的一句话，来对我。底下你的人生要变无相像，真做一个不是掠鱼那丁，是要掠人的灵魂，要呼你得到人，亲像讨伊的。人类是上帝初创造的一个，会当甲伊相通有灵的活人。即有灵的活人，靠着即个灵，会当来甲上帝沟通。即个肉体过往了后，即个灵就要转去伊的天父遐。毋过伫即站，你要安怎活？你要为甚物来活？这是上要紧。耶稣讲：“你若来对我。”我要让你成为影响人生命的人，
甚至震动这个世界的人，让这个世界可以180度转向归向上帝。蒙恩的人生就是遵照这个确信，我有今生，有来生。我牧师在调研差不多有拖8年久，这是上帝恩典，也无啥物症状，啊，干那去体检，啊，伊捌有这个甲状腺有一粒色个礼拜，啊，医生讲安尼，这个得爱家己手术。啊，手术起来是讲啊，正病无啥物唔免，其实迄个时阵两病啦拢退起来就好，无拍算。经过几年，这个无的迄边变有，啊，甚至看到死啊，无啥物症状，啊，无烧啊，无艰苦，就是检查出来变讲肺腺癌，开始找医生治疗。一个药啊，换过一个药啊，啊，3个月一摆就来塞去到死了塞奶遐尼远点外钟，来找迄个上好的医生。上帝嘛怜悯，予伊嘛照常，活甲真好势，工作拢无退。啊，伊上爱咱个爱云教会，啊，逐摆拢坐伫遐后壁上一排遐。啊，伊拢咧看上帝只鬼，我讲啊，你太歹啦，含我坐做伙咧，袂使，我着爱倒只看。看上有来，上无来安尼，足趣味的。阿姨嘛，足爱伫后壁遐甲人嗨嗨嗨吼，啊，所以你若过，伊就讲嗨嗨啊吼，甲你请安吼。啊，这个得病的中间，这个药啊，互伊艰苦，唯一就是姜，皮肤足姜的，所以足艰苦的。姜啊，啥物款皮肤药啊都买着啊，即马厝里一大堆，拢是伊拢无妄言。真正是足有忍耐，照常做工。啊，退休了后，咱的老人团客是伊上爱来，啊，所以实在是咱的图片内底嘛，足侪伊的相吼。我迄日咧看讲，伊也伫个老人团客爱跳舞佮唱歌呢。哦，啊，上爱唱的就是《世上有你》，是最美丽的吧？哦，啊，跳个安尼，哦，啊，看也袂歹势，安尼有手有脚呢。真正是一个足古锥的老人吼，上帝予伊经过这个8年的奋斗，然后对这个戏啊变脑，伊上艰苦是最后脑的手术失败 ，gamma knife， 因为用迄个铁钉啊钉四肢，啊另外用一个铁架，啊咧弄入去用细小块部分的手术去做。伊破病，我毋捌看伊好。即一摆，伊真正是目屎淋出来，太艰苦，太痛。会钉迄个铁钉，伊就足毋甘的。伊就后悔讲，卖做就好啊。拢是做了，实在也无较好啦。啊，然后即个过程呢，伊拢足乐观的。啊，但你讲着爱笑500摆，啊，着去公园遐笑啊，你大声。我500摆是变哪笑咧？伊讲哈哈哈哈哈，你一摆啦吼，安尼一直搁耍呢。我讲有一日，海美国人看到伊安尼咧笑，就讲，下做是伊起神经，还咪惊遐耍咧。啊，这个 K C 甲伊画一张图，讲阿公一日笑500摆，安尼有一个足水的图，真正是足安尼，逐日都去笑，啊，倒来也笑，啊，看到人就笑咧。伊讲。喜乐是良药，讲伊就是靠安尼的仪器哈，啊，就广告啦，什么狗啊，你甲讲啦，啊，就甲抽血就酸性，啊，若无甲讲，就碱性安尼吼，证明讲，逐日爱喜乐，啊，伊实在有喜乐，伊逐项都无烦恼。上帝予伊有一个特别的恩赐吼，所以到底买礼物时阵，啊，变讲喜积水，就知影无法度啊。肺癌那个血浆水都无阿大，所以阮大家都拢伫遐有病，啊，请人拜托咱遮中间做护士的，啊，我照常上班，我再拜托伊个，若要抽水，甲伊插落去了后，就爱抽，啊，要抽针起来，就爱来，不做护士的人，甲伊要抽，啊，这个中间
看到伊迄个耐心吼，啊，慢慢那无力，啊，较无爱食物件。咱遮个团客，也是讲咱遮个伊朋友啦吼，啊，拢那来是上欢喜。到尾卖食的时，我想一个办法，安排朋友啊买便当来含伊食。啊，那安尼一客啊食了了，啊，那要叫伊食，拢讲食袂落啦，食袂落。所以我会记保年有一摆，含林牧师含迄个长老吼，嘿，来含伊食饭，伊足欢喜的。啊，咱的团客去含伊唱歌，伊上爱唱的是。我来教会园来，对着歌，我会怎看到伊的心境吼？伊真正逐日感觉甲耶稣相佮得行，啊，逐日来教会园伫含耶稣讲话安尼。即款的信仰是予咱知影讲，今生甲永恒实在是有影，到底每站的时是哪行哪话去迄边？所以我常常讲，咱爱停落来。听那边的见证人，即马在甲人讲啥？我常常忘记，我想伊足袂放心我。啊，逐摆就讲，我会比你较大声去啦。我讲，无人知影，莫白讲。伊讲，知知咧啦，你吼有法度啦，你有法度啦，安尼啦。伊转去了后，我上困难的点就是，无人通做伙祈祷。阮读堂讲是随时随地祷告，只用坐上车，就是祈祷，啊，就是吟诗。啊，伊，阮拢真爱吟迄个上帝疼痛太有遐大，欢喜喜乐互我，这是阮的感受。讲咱这个卑微的人，上帝选掉咱做耶罗伯，这款的恩典是足大的。啊，伊。唱歌啊，有时啊，迄话拢乌白斗。我讲你阁唱唔对呀啦，讲啊是要唱安怎啦？伊逐项拢足古锥型的就对啦。啊，有一摆要离开了的进前，伊是二月底，二月二七过身，二月十四情人节。啊，我就甲伊讲啊，今仔情人节可能是最后哦。啊，我来买花，啊，你送我好不好？伊讲无爱，吼，我应该才清楚呢，无爱。我到现在袂当了解，伊讲无爱的心理是啥啦？真正我唔知影。伊讲无爱，我讲哪会安尼咧？啊，你唔是足够讲迄句话，啊，你着你我来买，你甲送我一个就好啊，唔爱，无爱。真正无爱，我就无去做啦，吼。伊想想情人节，伊拢。做到结作的啊，做到做一挂结作，为着伊是非常欠的，啊欠到无一地，啊那为着上帝拢无欠的，啊为着家己哦，实在讲哦，一张纸伊都唔敢讨价，就安尼掠掠到写个底啊，两写字安尼。想到伊的一生困难无伊的时阵，就是欠亏基督的同伴，甲做伙吟诗而乐。阮坐上车，不停就是咧吟诗甲祈祷，祈祷未了。第二就是讲，伊离开了后，较困难的就是回来时厝空空，无人甲你伫遐咧等伊，因为每站伊拢伫眠床嘛。啊，我照常上班，啊，若回来伊拢会讲，哦，辛苦咯，啊，紧来休困咯，啊，紧来遮坐哦，安尼。啊，一摆伊过往了后，我毋捌流目屎。连老师有要来带伊去的时，我嘛无流目屎，因为我确实，伊是等于上帝遐。咱拢是这样短的人生来定。直到我最近去湾区领会，去东港去，要等来底下等飞机的时，我开始目屎黏黏流。我东港问讲啊，你是遐好啥？我讲，我想着我这是头一摆转去，因为疫情拢无出去领会啊嘛。头一摆出去领会转来，厝里无人在等我。迄款的感受啊，当然我就是足客气的人。我的囡仔拢伫边啊，我人家讲你来载我，还是讲你来遐等我，我无爱，我拢无甲因讲。
我讲啊，刚刚恁家的人要坐哩，我怎啊坐你的车得啊？所以这个感受就是讲，空荡荡的房子，没有人迎接你了，迄款的感受。所以就伫迄个机场咧流目屎。第二摆流目屎是等于台湾，伊过往了咧捡物件的时阵，收拾伊的衫，开迄个衫橱起来时，目屎黏黏流，讲这个人已经不在了，他已经搬家了。这些衣服又有什么用呢？哦，这衫嘛无路用，伊就搬厝啊，搬一边啊，免穿这啊。迄个时阵，大概想着伊。上帝，予我听到伊伫迄边是伫甲我讲啥，不是我听到拢是讲加油，我在为你祷告。啊，我实在有感触，伊替我祈祷的困难，那无我是无法度承担遮个事工，真正是无法度。经验迄款超然的力量，一定有人在那边特别恳求耶稣，有人伫迄边特别请耶稣讲。这个可怜的，你就给他帮助一下，现在剩一个人，你也特别帮助他哦。我实在有感觉，那个上帝的恩典特别加在我的心中。我相信你也有领导的人，有的人都送他在那边，你可以停下来听他的声音，那边来的声音是最正确的，在天堂所看的甲人今仔日伫世界所想的有真济个无相像，我所以想想第一个就是救人的灵魂，因为伊个老母伫高中个时就肝癌死去，昏去一礼拜，佫倒转来。迄个时阵，甲因讲天堂是有影个，耶稣带我去看。啊！我去看第一，足惊的。我甲讲天使啊，你是要甲我落落去还是无？天使讲唔是啦，我是予你看一个尔啦。所以醒起来了后，第一行事就是讲家里啊，恁着热心服侍上帝，爱传福音予人，爱救人的灵魂。伫迄个时阵，伊献身呢。所以我讲，两项的祝福，第一是得救，是对因阿老阿妈得救，全家得救，敬畏上帝的家庭，八个兄弟姊妹上细汉，所以对细汉拢领受周围人的疼，无想讲这个煞尾仔囝讲读到国校四年啊，唔敢去剃头，连得个因母也娶。这款的人讲会敢为上帝做大事，我想都想无，无胆啊。啊，落尾开变好大，你也知，逐项都唔惊。那是讲要开拓教会，要带人信主，要为着上帝做大事业，讲袂了。我整理的簿仔中间有一本是不是第二迄个落地啊？你敢知迄本是安怎第二落地啊？写伊所有的笑话拢总二十条，啊，拢做好了嘛？啊，这条是做啥物题目？我后。阿婆啊，坐公车的迄吼，拢听啊，歹听哈。哦，啊，其中嘛有迄足感动的，毋是笑话。讲有一个囡仔，阿因个弟弟破病，阿因爸母讲，这个囡仔若无信者是救袂着。这单纯的这个小妹，将伊个钱单啊拢落出来，一箍。摕起一块去拜，去店拜咧买买新衣，拜到钓鱼的时，买买啥囡仔？买买新衣。I want to buy miracle， 我买买新衣。伊讲我无咱遮无咧买新衣呢。后壁拄好一个医生，讲囡仔，我有在买新衣呢。你带我来恁家，恁弟弟。心脏病哦，好，我去甲伊看。结果这个医生，就是外科的心脏手术的医生。你想，这款的代志，在你的人生内常常发生的事，你敢会讲那是臭肚坎？那是上帝奇妙的恩赐。我无说医生经验太侪这款，结果这个医生去到因家，
甲爸母讲，我会当甲你手术，你带来病院。伊讲，我无钱通去病院。伊讲，有人甲你付了啊，所以就较紧去手术了。爸母阁问一摆，医生啊，拢总偌济钱？伊讲，甲你付了啊，是你的查某囝甲你付了啊，一块。伊就是足够集这款的故事的，足感动人的故事。笑话以外，佮作一个故事的，我讲袂了，爱拢写伫个簿仔里呢。Number one, number two， 啊，记较好写溜溜。我唔知伊个故事是去对，即个我嘛无呢。上帝予咱的一生，一切是稳定。第二大点，伫即个稳定的中间，咱要家己来追求迄个。第二个稳定就要回答得救，第二忘掉。一早起我伫国语堂、华语堂在青年挑战，我一生做儿童甲青年的事工，我若看到这青年，我就足兴奋的。我讲上帝啊，这青年要一生的路程遮侪伫个头前，因若奉献予你用，唔知要安怎个无相像。我甲伊挑战，一早起是无够时间，无我著甲伊呼掉。上帝予咱伫世间，咱有机会要安怎带人来真做上帝的器库。所以我无输真爱做这个开拓以外做造就人的工作。伊伫高雄新兴的时候，有一个总务负责总务的干事，啊，伊真热心，我无输甲伊讲。圣经啊，你唔通干那做干事，你得爱读神学院，互上帝用。啊，所以真正有影。当年他可以读神学院，伫高雄牧会创设大顺教会，一世人即马退休要伫遐。我若转去的时，拢有机会见到伊。我就看到讲，伊无论倒位，就是想要造就人起来，互人真对上帝祈求，影响人。所以，上帝的恩典一直是伫软弱的人的心上来彰显，唔惊咱偌卑微，唔惊咱偌含慢，唔惊咱是偌平凡的一个人。上帝对这款的特别有趣味，也当替别人对迄个极低地位，可以到上帝所要用的地步。感谢上帝，我甲我牧师拢出世伫真卑微的家，唔过上帝伫阮的家，甲我牧师的家，伊上爱夸口的就是讲，因阿嬷一个了，即马有17个牧师对阿嬷的护爷，啊，今日特别请老牧师来，因为伊嘛是阿嬷，即、這个阿嬷的护爷，啊，我想老牧师伊家上有迄个精神力。伊即马五个祖兄拢算是服侍主的人，所以即马17个唔止啊！哦，可能到20个有啊，因为恁走加足紧的。嗯，所以上帝伫卑微的人的心中，所以伊足强调唔茫看轻人，唔茫看到人无学问，讲话人对人无礼貌，安尼唔好，咱就爱尊重人。无一个人会当看轻甲笑别人，因为咱是拢是罪人，互上帝拯救。教育稳定通用无？科技的稳定用世人有无？你要行奉献互主用的道路，你袂当讲上帝啊，我都袂晓啦，你莫叫我。上帝就是要互迄袂晓的变有路用，迄才是叫做上帝啦。上帝特别对婴仔的嘴来建立伊的能力，是变特别平，都是安尼。予人想袂到的，卑微的人却会当成上帝重用的器库。今仔日咱伫这个世界，唔免熬外紧，只要一个奉献的心，一个愿意幸福的心。一个愿意靠稳定来活的心，
我无需一生有骨来经济是代表伊一生。伊真爱这个马可九章二三，伫信的人凡事拢会。又说三章二十节，要来美国的时，甲上帝讨讲，上帝，你给我一个确据，我去免惊，要做宣教士，连要来机票钱都无扣住。又说三章二十节安尼讲。照着迄个运行伫咱心内的大能大力，上帝会成就一切，超过所求所想。我甲即句话画作图，拢总有七级的高深。上帝唔来当能，唔来当会，佮会当成就，佮会当照你所求的成就。可以当连你想的都给你成就，可以当超过你所求所想。一生就是靠一句话，总是迄句话背后随时一个恶乐，愿上帝得到最高的荣耀。咱领受恩典是为着要让上帝得到荣耀，来高举这个上帝，真实是一个全能全知的上帝。为着安尼，伊唔惊困难。真正是唔惊困难，去海丰第一个教会开拓，百农夫啊，总迄个台湾的总会啊，租一间厝，安尼就要开拓，啊，唔惊讲这个墙是拍会通也未通，因为遐一个庙足大间，足未成的，安尼开始，随时想讲，爱要建堂，因为人家己赶，上钢筋也因迄个。做基的时阵，弄破迄个扛棒，啊，伊家一一个，啊，我伫美国咧留学，啊，伊爬去楼顶哭，惊甲皮皮喘，遮个人，伫遐大声嚷，我唔免耶稣，耶稣死啊，恁出去，隔日迄个厝主都无爱做伊啊，所以伊无法度，无当去，就想要建堂。十几个农夫是变哪建堂呢？这叫做靠稳定，相信伊会成就，超过你所求所想。一世人，你若无去经历这个上帝，你是太可惜，因为你不有，因为你有才能，你唔免靠上帝。你唔捌试着迄个你袂当做嘅代志，来靠上帝来成就，迄才是经历主，迄才是你一生嘅本质。我无输。台湾，我甲看伊个手机簿啊，拢有写日记。两年间，阮伫遐四冬，两年个中间开拓八间教会伫高雄，这是无可能个代志。人个气力，一个心智，咱一个福音是真有咱个物件，伫上帝无可能个。所以，迄个真做一生服侍主个迄个根基个气力，伫上帝无可能。凡啊，救人所做的代志，上帝会成就。所以，伊上爱做的代志，就是开拓教会。来美国了后，那咧美国大学，是阮的第二站。阮第一站是伫伯克利，伯克利是做学生工作，嘛是信心开始。几个人学生，伊中午就早上位去大学，伫遐行。十二点学生下课，伊就甲伊讲：“你要坐咧草坡无？啊，我只有两份啊，一份三味鸡互伊食。我甲你讲人生最要紧的代志，我安尼传互伊。拜三伫阮家，就互遐学生来食饭，甲因训练，互因通去带一个查经班。安尼会当做到买一个堂，会当坐四百人的教堂，佮买足侪牧师馆。”佫买足侪营地，一块营地、牧师馆等等，佫买一个34 unit 的迄个 apartment， 要做学生的宿舍，通做学生工作。即款的信心吼，是相信讲上帝一定会。啊，伊唔知嘛，佮有眼光，啊，讲话人佮会信。所以有一日食饭的时，啊，伊就去找伊个侯妈妈。啊，侯妈妈是香港来，
伊知影伊真有钱，伊就讲好妈妈，咱这个宝贵哦，足侪学生，啊，咱奶奶买一栋宿舍啊，租只学生，咱会当用伊去啊传福音，啊，你卖无安尼？伊讲爱偌侪钱呢？伊讲咱配面500万就有啊啦，迄阵啊四五十年前啦，所以即是讲有，我有5万，啊，钱伫台湾，啊你坐飞机等于退飞机钱，我甲你出。迄阵啊，太太佫等于退你啊，知我想拢无。啊，阮孙啊，我得甲我管理我的钱，啊，所以伊个5万互你，真正摕迄5万来买34单位的阿帕门，可惜。阮离开了后，后林家所有卖了了，干阿教堂无卖尔，连牧师馆都卖。弄作连影碟都买，连迄个阿帕面嘛买哩。迄即那伫咧吼，毋知值偌济钱，毋知要救偌济学生。所以做上帝仆人，若无眼光吼，做毋到代志是害足大个，做到代志是利益上帝国度足对个。感谢上帝，我无输就是有即个恩赐，拢毋惊啦。台湾嘛是安尼一炮等于讲要开拓尔。因为基督是上帝叫伊在台湾开到100间，佮在当时代吼，即个元老吼，即个牧师拢足有热情的，拢规团安尼，吼，冲我去啊，过你去啊，安尼吼。啊，伊第一间开到台北教会，啊，台北教会变哪开到？爱租厝啊，啊，要来租。啊，伊含迄个林圣景在学，啊，行街啊路，啊，看看有啥物教堂，啊，就讲讲，你敢会当租完安尼？拢做无，到一日，拄去迄个戴义新牧师的教会，按彼此有熟识，就讲哦，啊，牧师，你要来创啊？伊讲，阮特别开拓教会啦，找无场所啦。伊讲，你用我遮，不要紧，你来。你看，上帝咧引带就是安尼，所以对台湾、对侬台湾拢总，即个牧师团哦，甲即个长老足可取的。台湾的长老是足可取的，足变，像丁兆祥长老啦。即马佫伫咧介绍长老也是安尼，非常疼教会佮热情，有集团的人，佮有集团甚物人，会奉献的人。即间教会爱阮大学，才会通起一个遮尔水的堂。第一是信心，第二是爱有大家同心。当时也无钱啊啦，啊五叔敢迄个信心讲，答应讲好啦，要甲你买啊钱哩对，啊你要证明出来，哦伊佫足巧的。去总会讲，阮这是总会啦，啊去甲总会讲，所有达到的钱吼，拢通写写出来，来做阮的后盾啦吼，证明讲阮有后盾，免惊呢。所以真正安尼，来互大家引官啊奉献，我就感谢咱过去吼，实在足侪即个为着即个教会贡献的人，我足谢念迄个郑良信牧师，郑良信医师，今仔日迄个。咱的迄个姊妹嘛有来哦，你坐伫对，郑良信医师，对，坐伫遮吼，对，我嘛足感动伊的，因为我无说逐摆转来就讲，哦，这郑医师吼是有够可取的呢，因为暗中献几十万的呢，啊咧帮衬这个教，其他够一个，咱姊妹因后生伫咱的英语部，啊因爸母伫彰化咧做医生，嘛是安尼。伊嘛一站有脱离美国，啊，所以拢有伫咱个教会。看到遮个人会听主，非常侪听主个人来完成教会，所以教会就是需要听主个人，需要听主个人。将教会当作你个家，教会是上帝国度，代表耶稣基督伫这个世界。教会若无得到荣耀，基督无得到荣耀。所以，逐个人伫教会就是要贡献。来听教会，来奉献，来负起这个宣教的使命。所以第三点，教理会无稳定，上帝要爱你做啥，你就爱甲问。听主是根基，信心是能力，是一个动力。你干那听主，若无够信心，上帝要借着你完成的事，无要达到。如果你有咧信心的事，能力就出来，信心的内底无一项未完成的。我实在嘛是经历太侪上帝这个奇妙的恩典，
你若有信心，上帝会帮助你完成。今日爱文教会伫遮有家己的堂啊，咱刷的使命是啥物货？每一个信徒若起来讲做讲是奉献的人，将你的生命奉献来推动这个教会，将你附近所有通达到的人，你传落因后，你造就人起来。我无需爱做的代志。我有给他归纳三项是他最爱做的：第一，开拓教会；第二，栽培人才；第三，帮助送养贫困的人做主席。开拓教会，他过往了后，我就有一个感动，说来替他成立一个基金。这个基金，我替他的心志做这三项事情：第一，开拓教会。若有人要开拓教会，我知影伊有困难，我就主动甲伊讲帮助你。两年前第二班有一对夫妇，五个囡仔拢要幼小，有负担，要来开拓幼师大学的学生工作。我听到知影这实在有困难，五个囡仔连要租厝人都无要租伊，经过足济困难，兄弟姊妹帮助租到厝，我甲伊联络，我讲。你在开拓教会，我知影吴牧师最爱开拓教会，所以我帮助你一个月500块，帮助你三单，好不？伊讲好，就这个是这基金在做一下呢。前些有一块日子，差不多去年着，一个人来美国深造读博士，读了要等于伊个国家开拓教会。我听到嘛是主动甲伊联络，讲你要等于开拓教会无简单，而且。若要安定，最好想我，伊愿意要去伊原来的国家。我讲帮助你一个月300，帮助你三单，这叫做帮助开拓教会。所以继续闹这款愿意要开拓的时阵，我伫这个基金来咧做这个代志。第二就是栽培人才，有一挂人忘掉献身，唔过已经无迄个经济能力，特别若有家庭的人。要读神学院，我着予因申请奖学金来帮助因，教育的需要对这个基金来栽培人。特别是双教区有真侪人，因的经济非常的困难，啊，帮助因奖学金予因来申请。第三，帮助送乡的人，我牧师出身卑微送乡，因为因阿嬷送乡，后来因老爸经过蓝医生的栽培，成做医生。所以，伫迄个永康村来做真侪见证上帝伟大的代志，这个家出名贴心，啊，所以足善待上帝仆人，看个人帮助送养人，全村拢知影，这个医生娘真有贴心。那鱼也卖袂起的村呢，要转去啊，就起来卖，伊规担家卖起来，鲜艳鲜鲜的，煮煮的，包包的。和送养人分给因，出名有贴心的一个家庭，所以我去帮这个基金嘛，替伊做这个代志，帮助送养的人会当得到帮助。所以目前去年的圣诞以前，有一个人今礼拜我的 office 探望我，我伊特别转去的时候，我想到一项，我怎讲？你敢有趣味来？奉献这个基金，通做一挂慈善的这个圣诞。伊讲好，我要甲问偌济。伊伫汽车来开伊个支票，伊开10000块。我随时用这10000块，伫旧年的年底替伊做足济代志。所以你的奉献是阮替你做代志。伫迄个送养的地区，非常的寒，一领毯啊才10块美金，我甲因献100条毯啊。若有较济，嘛会当献较济。就是足寒的，因为因无厝通徛，是用迄竹板啊拆起来，用树叶啊编起来呢，的厝在徛的。难民村，啊有一挂孤儿院、甲儿童中心，迄囡仔唔捌穿着鞋啊。我问讲啊，圣诞我想要送你一挂囡仔的礼物，啥会较好？伊讲，阮这囡仔吼，拢穿衬拖啦，啊要踢球吼，衬拖袂踢一啦，啊寒吼，衬拖佫足寒的。敢会当甲因买运动嘞？我讲好，伊讲啊，佮阮吼足爱穿
迄、那个高二用五十一个囡仔吼，穿制服啦，有时阵也要出去唱歌。我讲斗咧几年，鞋啊甲制服，伊讲一个囡仔34块啦。我讲好，你去做。安尼，阮予迄个鞋啊，予迄个规村会当直达到的儿童中心，啊，替因骨折，啊，足侪送乡的人，实在是唔捌试到迄个好食的物。你知影伫缅甸的北平战争无煞。足艰难的，圣诞的事，有机构伫遐为着这南民村规圣诞的晚餐，顺续传落音。一个村头有800人，伊讲伊差不多会当予400个来食。我讲好，予你4个村，伊讲一个村400都有够，就会当予这人来食一个圣诞餐，顺续甲因做见证。上帝予咱有才能。在你的手中，你的确着你犹阁有权利通用你的钱时，用伫有意义的代志，你会感觉足欢喜。因为你的钱毋是冻结伫遐，是你想袂到的上帝来成就。求上帝予咱伫即个要报上帝恩典的过程，让清楚知影讲上帝到底爱我做啥。用祈祷来领受启示，嘛是我无需要一个特点。伊无论要创啥，就求上帝对圣经解启示。伊要对伯克利放落迄个真安定的生活，来到伫 L A， 足大诶挣扎甲迄个转变。祈祷，伊透早拢去教堂祈祷。上帝甲伊讲，以西结12章，你着趁即个日时，款你诶物件，对车离开，搬到别个所在去。伊清楚。就安尼放落，已经建立8年半伫遐，逐项安定的生活，来到伫 L A， 加入大福团。即卖是上帝的恩典，会当伫大福甲遮个足热心的中职传教者做伙来拍拼，来看到上帝借着大福所成就迄个福音的变团。伫美国，咱有伫即个足侪州开拓教会。嘛是伊拢伊第一跑去的，去纽奥利兰，去休斯顿，去即个费尔德菲亚，去即个华盛顿 D.C. 规团伊拢第一跑就出去。上帝予伊有即个派领的迄个恩赐，上帝伫你的手中有藏真济会当用你的，求主大大施恩。今仔日接着我无需一生的见证，来激发咱的心，讲上帝啊，我伫遮。请你用我、找我，三个人祈祷。我你家己祈祷的时间，回应上帝的呼召。特别，我感谢你，在你的面前献上我的阿乐敬拜和敬畏你的心。你要在卑微的人的中间来兴起你的作为。今仔日，你敲找人愿意甲你同工，回应你的呼召，真做你的气库。求上帝，你使阮感动阮的心，阮有生之年，阮的生命无浪费，和阮的金钱无浪费，会当予上帝使用，和阮的才能无浪费。主啊，国度是你的，愿你今仔日照着你，予阮的稳定，搁一摆使阮予阮，助阮伫头前甲你同工的道路，祝福一间教会。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救，阿门。